是在一家家在在林沙我家正门家阿门会挂彩在三环的心在西围跟杂个玩家民阿公好阿公新年快乐阿公万事如意阿公恭喜发财红包拿来红包红包祝福您这群乖孙快快长大身体健康每次考试得第一谢谢阿公来来来阿公问你们你们刚才念的是什么歌呀不知道我只会念不知道那叫什么歌好叫阿公告诉你们刚才你们念的是新年歌啊新年歌是的我们中国春节习俗在过新年的时候全家团圆欢欢喜喜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都充满着过年的欢乐气氛腿一大腿里大腿上空大大好好玩哦阿公我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新年歌跟我们平常讲的歌也不一样呢因为新年歌是用耳朵为念的叫做何乐威呢来来来让阿公来告诉你们一些有趣的地方何乐威我先从简单的语词开始除夕夜叫做桂米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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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生月叫做新家新家新家全家，团圆叫做威罗，威罗，威罗，威罗。啊，现在我们来玩台湾米猜，猜中的有奖。好，注意听喽。一张秋，两片叶，换来换去看不着。这是什么？一张秋，两片叶，换来换去看不着。帮哥哥，答对了，答对了，有奖。一张秋，一棵树，主身体；两片叶，两片耳朵。弯来弯去看不着，头转来转去看不到两片耳朵。好看是一斤穿无四两五个人拖十个人抢阿哥好难哦嘿嘿不难你们再想想阿哥我知道了是棉花不对再想想是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公，我知道，我知道，是毛巾。答对了，这奖品是你的。谢谢公。看是一斤，只看是一条毛巾，斤斤相同。穿无四两，有毛巾的重量不到四两。五个人穿，只用一手抓起。五个人只熟的五根指头十个人抢只用双手拧干毛巾或用双手与毛巾擦脸十个人只十根手指用十根手指拧毛巾哦原来如此阿公你再讲别的让我们猜是吗阿公，你再讲，再讲。好，我来说一个最难的给你们猜。哦，最难的哟。听好咯，桃地红无像花开，身穿红衫披带来，人人讲伊玉像镜，
予伊钓到天会开，猜一种家禽。哇，真的好难哦！我猜不出来，我也猜不出啊。动动脑筋，想想嘛。你们听，是什么声音？是公鸡啼呀！啊，我知道了，也许就是公鸡。对了，就是鸡公，鸡公就是公鸡。头顶红毛像花开，紫红色的鸡冠，身穿红衫黑带来，紫红色的鸡毛，黑带来，子孙就带来。人人讲伊乐向囝，乐向囝是乐观快乐的人。予伊叫着天会开，子公鸡报晓，说天亮了。你们看，是不是？哦，没说错吧？对，鸡公在说，谢谢你哦，谢谢你哦。